州的旅行开启啦。那一天才拜完地公，然后今天我们就跨州来旅行了。然后今天来这个新村这边吃早餐，因为想念它的那个鸡脚味道。Moments later. Many hours later.
next day.